我又被隔离了，但是这次跟12月份不一样，不只是我的小区，全上海都隔离了，不能出门，而且也不可以叫外卖。我这个法国人已经4天没有吃面包，瘦了4公斤。再隔离3个月就差不多了。我今天早上找到了一片发霉的面包，我还考虑了要不要吃。我当然没有吃。当然，我老婆一直在用手机团购抢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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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团购抢菜。其实她能买到的都是蔬菜，我不是非常喜欢蔬菜。开会，去飞你 Telegram。所以我的脑子里面全部都是小笼包啊，重庆小面啊，北京烤鸭，红烧肉，法国菜。红酒的话没问题。当我老婆最难过的是家里水果没有了，葡萄酒呢？有一些人家里没有饭吃，所以会通过他们自己小区的群找别人帮忙，有的人特别受欢迎。有的人没那么受欢迎。我老婆唯一不用手机的时间就是外面出点声音的时候。我们一家人都会跑到窗户那边看一下。哇，你们看看，外面有个大白在走路。哇，外面有事情发生，好兴奋啊。你们好无聊。其实还是挺无聊的。我们每天要自己做核酸检测，用这个1个红线说明没事，2个红线就完蛋了，就是阳性的意思。你知道有多紧张吗？先捅一次鼻子，隔离之前，隔离之后。哦对，儿子是在线上上课的，周一到周五每天老师会开半个小时的直播，然后儿子就靠我给他解释所有的作业。真的，陪孩子上课不容易啊。玛丽买了5个苹果和3个香蕉，她一共拿到了多少个水果？别提了，外卖不送。上海国际学校的费用1年10万多，我还应该自己做老师吗？工资呢？哦对，还好今天要拍视频，我特地穿了衣服，最近都是穿睡衣的。我上次睡衣穿了那么久，应该是我3岁的时候。说实话，挺舒服。好了，今天就差不多了。那你呢？你隔离了吗？你可以评论一下。大家注意安全，好好保护自己，还有别忘记点个赞和关注哦。团购抢菜，团购抢菜，团购抢菜。